Hello， 大家好啊！我个名叫做海顺。我平时最中意着咩类型嘅衫瞓觉？我唔中意着衫瞓觉，我中意裸睡噶。点样嘅男仔系最性感啊？我觉得最性感嘅男仔系应该有 muscle 啦，有人鱼线啦，系咯，会比较 fit 嗰种咯。最中意啊？大方啦，对我好咯，系咯，要靓仔啊，系咯。又靓仔又大方就最好啦。最讨厌啊，样样衰衰又孤寒嗰啲咯。我最满意自己身体嘅 pat pat 咯。我最中意煮嘅菜式系可乐鸡翼。我煮得好好食噶。如果呢个男仔，即系如果呢个男仔或者系男性朋友同我第一次见面就带我食麦当劳嘅话，呢个男仔根本就冇可能成为我嘅男朋友噶。Hello， 如果大家都想看多啲我嘅拍摄花絮咧，咁你哋可以登录 Bubble 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噶喎。